掀开经本，前踏婆王寄送第四首看起。十方刹海无有边，佛以智光显照耀，普施剔除邪恶见，慈树花王所入门。花冠前塔婆王，他得的是永断一切众生邪见惑邪头门，所以在赞颂里面呢，说明他修学的成就。这法里面从果上讲的，赞颂里面的因果具足，众生邪见恶见，是累劫轮回苦报的因素，这个因要不能够拔除，利苦得乐了，就变成一个空洞的口号，永远不能够落实。这一桩事如果不是出世间的大圣来为我们说明，我们确实没有办法觉察到的。我们总以为自己知见是正确的，没有错误的，自己的想法很正，看法很正，怎么可能发现我们的想法看法说法是错误的？我们要是不接触佛法，就跟一般众生同样的无知啊！接触佛法之后，是不是就具足有政治正见？还不见得。为什么呢？依旧以自己的知见去看佛法，于是把佛法也看邪了，也看歪了。纵然一生把自己的时间精力都用在佛法上，最后还是搞个邪知邪见。原因在哪里？原因就是用自己的知见去解佛法。佛在这个经上说，佛法无人说，虽知莫能解。这个知是世间真正聪明智慧的人，他也不能够理解佛法。佛说的这句话我们听了，
啊，我们在经上看到这个句子了，能不能相信？会不会以为佛说的话太过分了？啊，太武断了呢？这个地方我们要冷静的思维，细心去观察，什么是佛法，如果诸位要是以为释迦牟尼佛所讲的这叫佛法，一切诸佛菩萨所说的这叫佛法，你错了，你就完全错解如来真实意了。为什么呢？以你自己的妄想分别执着来解释佛法，那么究竟是什么佛法？什么叫佛法？佛法不是释迦牟尼佛说的，也不是一切诸佛如来说的，佛法到底是个什么？起心论里面讲得好，本觉本有，佛是觉的意思，佛法就是觉法了，觉法是一切众生自性本具的，不是别人讲的。谁知道呢？这是佛在经上举出经验之谈，只要我们将妄想分别执着放下了，佛法就现前了。这样我们才恍然大悟，为什么世间人不能解佛法？世间人妄想分别执着没放下，所以他不懂佛法。我们在今天天天在读经，天天在研究，天天在学佛，有没有学到佛法呢？没有。为什么没有呢？妄想分别执着没放下，道理在此地。所以我常常跟同学们说，我说的是真话，真正学佛的人必须把自己思想见解放下，随顺佛菩萨的教诲。佛菩萨的教诲是不是他教给我呢？不是，他的教诲是自信智慧觉悟的流露，这些人他们已经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了，他们见性了，禅宗所谓明心见性，教下所谓大开圆解，念佛人所讲的理一心不乱，说法不一样，意思境界完全相同。他们所说所行自信流露，那就是佛法，说的是佛法，行的是佛法。
无有一样不是佛法。我们自己的佛法是被自己烦恼习气妄想分别之者障碍出来，障碍住了，所以我们的佛法不能现前。佛的言行是给我们做正上缘的，引导我们明心见性，放弃自己的分别执着，随顺佛菩萨的教诲，随顺性德。我们没见性，人家见性，我们学他，学他的言行，就随顺性德。千万不要误会，哎，那我不是跟着释迦牟尼佛走，被人家牵着鼻子走，不是的。你要这样想法，就是你又错了。一切诸佛菩萨从来不会牵着人鼻子走，所以我们要有个正确的认识认知，他的言行是自信流露。谁的自信呢？是我自己自信流露。我随顺他，就是随顺自己的性德。一面随顺呢，一面去自己的障碍。自己障碍要妄想分别之处。哪一天自己障碍真的断掉了，随顺释迦牟尼佛了，到最后果然是随顺自己了，自己心得流露出来了，流露出来的言行跟释迦牟尼佛无二无别。所以那个时候古佛的这些经论呢，就是给我们做对照做证明的。你看我的想法看法说法做法跟古佛一样嘛，这就是得到印证的，古佛来给我们做证明啊，证明是证明你自己成佛了啊，你的想法看法说法做法跟经上讲的完全一样，就证明你做佛了。那么由此可知，我们的障碍是错误的知见呐。我们看记诵：十方刹海无有边。这一句从数量上来说，不是一个世界。我们今天讲这个地球，好像已经大得不得了了，太渺小了，大海里头的一滴啊，而事实真相，十方三世无量无边诸佛刹土啊，你今天讲星球也好，讲世界也好，无量无边呐。只要是有刹土的地方，决定就有众生。有有情众生，为什么？佛在经上讲的，一报随着正报转，
先有正报，后有异报。啊，我们今天这些科学家观察太虚空当中，发现很多星球里面没有生物。佛法怎么讲呢？佛法讲决定有生无，二是我们肉眼看不见。他们住在那个世界上，有什么证明呢？那我们这个世界就有证明。我们同修当中曾经有人见到过鬼的，鬼跟我们住在一起啊，啊，这些科学家的时候看不见呢，他就不承认了，啊，说没有这个东西存在，到哪一天他见到了，后悔也来不及了。啊，这个最近发生的事情你们大家都晓得，居士林念佛堂杜美玄的弟弟不相信，结果被鬼揍了一顿，现在相信了。啊，这些灵鬼要求皈依，要求听经，居士林二楼三楼的电视24小时播放讲经录像带给他们听的，应他们的要求啊。这些众生肉眼看不见，而望远镜也看不见，仪器也侦测不到它确实存在。所以不能说我们肉眼看不见的就没有，这未免太武断了，这是邪知邪见啊，不是正知正见。鬼神这些事情这些情况，居士林几乎每个月都有新闻啊！你们要打听打听，让这个李牧原居士跟里面的同修给你们说说，月月都有新闻呢。啊，亲眼所见，亲耳所闻。昨天李牧原还就是告诉我一桩事情，电风扇追着打人，啊，鬼附在电风扇上，啊，人往哪里去都跟着后面追，吓死人了，是啥？啊，这个都是最近发生的事情，真的不是假的。啊，他说有个同学不相信，他说真的，如果真的就行。我手上拿这个香，那个香就动，啊，结果这香果然就动，啊，另外有一个通灵的人看到，那鬼在打那个香，确实有，不是没有，啊，决定不能说我们看不见、听不到的就没有，等到哪一天看到、听见，后悔迟了。你要遭难了，啊，这些灵鬼我们一般常识里面常常听说，人在走运的时候他回避你，人在倒霉的时候他就来找你，啊，你的运高啊，啊，他的姿势就低一点让你的，你的运衰了的时候，
你跟他过去有过节，他就要来报复你了。十方刹海，无量无边的众生啊！今天科学家啊，真正高等科学家，他们懂得，他们肯定有鬼神的存在。他发现空间是多元次的，这些众生呢，只是我们生活的空间维次不一样啊。我们生活在三度空间里面，四度空间、五度空间、六度空间，在理论上讲，空间是无限的维次。不同维次的空间彼此不相见了，不能说没有啊。不同维次的空间是个什么样子呢？我们可以用电视做比喻，频率不相同。让我们打开电视啊，我们看这一个节目，这一个频道啊，换一个频道去又是一个画面。所以无量无边不同维次的空间是一样，没有离开此地。你要有能力突破时空的维次啊，你现前就见到。佛法有这个能力，宗教有这个能力，特别是印度的宗教。印度的宗教历史都非常久远。佛经里面讲的婆罗门教，现在我们所接触的印度教，他们说，他们的历史有一万多年。印度人对历史不太重视，很难确定，但是今天世界上人都承认印度教有8500年的历史，这大家承认的。犹太教有4000多年历史，拜火教有3000多年历史，所以佛教排在第四。这些古老的宗教都修禅定，佛经里面讲的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印度这些宗教有96种啊，通通都修禅定，定功浅深不一样。定功浅的能够见到轨道，定功深的能够见到四王天、桃李天，更深的就能见到更高层次的天界。由此可知，定功啊，突破了时空的维次。现在科学家证实，确实有空间维次的存在，但是不知道用什么方法突破。他们知道，如果有能力突破，我们可以回到过去，也可以进入到未来。但是就是不晓得用什么技术。在佛法，在古老宗教里面用禅定，
禅定这个方法符合今天所讲的科学精神啊。他人说空间为次，在佛法里面讲叫法界，界就是界限，佛在经上常讲的设法界，设法界是大分的，在细分每一个法界里头又有设法界，天台大师讲的百界千如啊，就变成一百法界了。一百法界里面每一个法界又有一百法界，这就是说明时空维次是没有限量的，佛法里面的法界也是没有限量的。法界怎么产生的？佛给我们讲妄想分别执着里面产生的。禅定是怎么回事呢？禅定是把妄想分别执着通通放下了，所以这个法界这个界限呢就不存在了，也就是现在人讲突破界限了，你能看得到了。往年我在台北初认识简丰文居士的时候，简居士喜欢坐禅，他告诉我在禅定当中他常常见到鬼，见到阎王，他说鬼道这个身体不高，大概只有3尺高的样子，阎王个子也只有3尺高，10遍阎王他都见过，这是一个很诚实的佛教徒，在我面前绝对不会打妄语啊。小小的定功啊，这个界限突破了。天道他就没有见到过了，要是高层次的四王天他没见过，所以他对于鬼神真的相信，常常见到，常常往来，我过去一个同参老朋友明眼法师，他在早年跟着去上师学密，他修学的态度非常认真，非常虔诚，大概到8个月他就跟鬼往来了，跟鬼道往来，鬼道里面的社会跟我们人间大致相同，不一样的地方是鬼道里头永远见不到日月星的三光，他们的这个天永远是阴暗的，永远是阴天，他告诉我晚上黄昏的时候，太阳刚刚下山，5点钟的时候，这个街上就有鬼走了，不多，是鬼的早晨，鬼的数目不多，稀稀落落的你就看到鬼在街上走，
那我们看不到，他看得到。到晚上十点钟以后，哦，那是闹市啊，鬼都满了。人在夜晚，在那个时候，常常跟鬼相撞。啊，走路的时候不小心呢，来不及躲避啊，跟鬼相撞，撞的时候人就会惊，寒毛直竖。在那时候跟鬼相撞，我们同学当中确实有这个经验。啊，晚上走路忽然觉得，有点不对劲，跟鬼碰到了。他看得见的，我们每一个人居住的所在都有鬼神的，人鬼杂居啊！啊，我们住的房子是重叠在一起啊，啊，他们那个房子那个墙，我们可以自由穿过，一点妨碍没有，我们的墙挡住我们了，鬼呀！我们这个墙挡不住他，他自由往来，他的墙挡住他。重叠在一起。所以世界那个复杂的状况，我们没有法子想象。无量无边啊，何况设法界一真庄严，佛以智光显照耀，所以佛是普度众生的，不是度一类呀。显就是普遍照耀。怎么照耀呢？在此地讲照耀就是教化，佛以究竟圆满的智慧教化一切众生。虚空法界，过去未来一个众生都不舍弃，佛是门中不舍一人，这是真的，绝不是夸大的话，实实在在是这个样子。我们明白了，这才知道佛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呢？我常说，多元文化社会教育的工作者啊，要拿现在的话来尊称他，他是一个多元文化社会教育家。决定没有分国土，十方刹海不分国土啊，不分族类。这我们在华严看到了，各个不同的族类都接受佛的教诲啊，不同的宗教啊，在本经我们看到圣热婆罗门变形外道，这是宗教里面的领导人啊，宗教里面的传教师，佛普遍教导啊，教他们并没有改变他的信仰啊，圣热婆罗门还是婆罗门的长者，婆罗门的传教师，并不是把他变成佛教徒了。啊，变形外道也没有
违背他的这个宗教去改变改信佛教了没有啊？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啊，起个念头要改变别人宗教信仰，你是妄想，你妄念呢，你错了。佛法是教学，教导你，你好好的学，教什么呢？开智慧。啊，无论你是什么身份，无论从事哪个行业，无论信仰什么宗教，学佛是学智慧，绝不是改变你的生活方式，不是改变你的行业，也不是改变你的信仰。啊，所以佛教为十方刹海普遍欢迎接受啊！用现代的话来说，它是究竟圆满的智慧。高度微妙的艺术。人人都应当学习啊，帮助你破迷开悟，帮助你离苦得乐啊，这是佛教教学，这是佛以智光显照耀啊。佛是教人开智慧，教人断烦恼，教人在你自己现实生活当中，你的本位工作里面，过得更幸福，更美满。充实你的智慧，充实你的能力。所以它是教育，说明白了，它不是宗教。我们今天把佛教看成宗教，是一个巨大的错误。这个是我们用妄想、分别、执着来看佛法。把佛法看走了样子啊！佛法真实的利益我们得不到啊！佛法究竟是什么？我们也没搞清楚啊！人家说我们迷信，我们能怪人吗？我们真的是迷信。总得搞清楚搞明白啊。那么这一句话智光照耀从什么地方看到佛智光照耀？佛的智光永远在照耀，可惜我们有眼不见，有耳不闻。啊，我们有这个身体接触不到，不是佛不照耀，是你自己无知。是你本身有障碍，你不能够感触到啊！
正能感触到的人，他就很庆幸，我生活的很幸福，充满了智慧。你感觉不到呢，你的生活很苦，充满了烦恼。都在佛光普照之下了，我们每个人感受不一样啊，就是你有没有接受佛光的照耀。那佛光是什么呢？佛陀的教诲，你有没有体会到？你有没有理解到？你有没有认真去做到？果然做到，经上讲的种种殊胜的利益，你全都兑现了。烦恼没有了，习气没有了，智慧现前了，自在现前了。真的是谚语里面所讲的苦尽甘来啊，无世界的苦可以彻底消除了，真善美慧现前。之光落实在生活上，最微弱的净业三福里头头一条，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这是佛的智光。遍照世间，我们也曾经听说，可是没有得到佛法的受用，原因是什么呢？也是我们没做。自己障碍了自己，我们不能孝顺父母，我们对师长决定不尊敬。念念还是恶心造恶业，心行是实恶不是实善。佛光虽然照你，你自己遮盖你自己，不让他照。所以我们的恶心恶念恶行没有办法改过来，天天造罪业这一生很侥幸的人生，就像地藏菩萨在本愿经里所说的到这个人道来喘一口气，时间非常短暂呢，又回到地狱的老家去了。这是真话，这是事实。六道众生
三途是家乡啊，三善道是出来观光旅游啊，时间很短暂。聪明人、立根人，乘着旅游啊，就超越了，那是聪明人啊！啊，愚痴人，旅游一趟呢，还回到老家去，还回三恶道，愚痴到了基础了。所以自私自利、贪嗔痴慢是三恶道的习气，这个大家都知道，贪心堕地狱，这个堕恶鬼，嗔恚堕地狱，愚痴堕畜生。贪嗔痴称为三毒烦恼，恶见啊！自私自利是邪见，贪嗔痴慢是恶见。唯有佛法能够帮助我们习心。异性的，但是要晓得佛是私道老师虽然苦口婆心的劝导学生、教导学生，学生要肯听，要肯接受才能得利。学生不肯听，不能接受，阳奉阴违，他得不到利益，他还是要堕落。这个道理我们必须要清楚，要明了。所以我们习心易行，不要做到多啊。我们敬宗同学修行守则，你要都能够做到了，你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是上上品往生。我讲九品跟古大德讲的不一样，我说的大家好懂。无量寿经是世尊代表诸佛如来对我们唯一真诚教诲，善导大师说得好啊，如来所以心出世，唯摄弥陀本愿海。这个是诸佛如来第一真实教诲啊，我们能够百分之百的做到，这个人上上品往生。能够做到90%上中品往生，做到80%上下品往生，这样九品下来，下下品往生要做到20%。20%做不到，只可以说你跟阿弥陀佛西方极乐世界结了个缘，这一生去不了。
诸位同修要明了，我们跟西方世界跟阿弥陀佛结缘结得多了，过去生中不知道多少次跟他结缘，为什么没去了呢？我们的功夫20%没达到，果然有20%的功夫，那你早就往生了，你不会在这个世间再轮回了。无量劫来我们的修行呢，20%达不到啊。那么再想想这一生当中有没有能够做到20%？无量寿经一展开，佛第一句话教给我们：贤供尊修普贤大士之德，我们做到没有？普贤大士之德是十大愿望，天天念念没有用处啊，要做才有用处啊。十大愿望从哪里做起？佛给我们讲，从善护三业做起。善护口业，不及他过，做到没有？善护身业，不涉六仪，做到没有？善护意业，清净无染，做到没有？经不是叫我们念的，念破嘴皮也没用处啊！念佛堂念佛，喊破喉咙也枉然。念是叫你记住啊，记住要叫你落实在生活当中，处事待人接物啊，依照佛陀教诲去做，这叫学佛，这叫修行啊，修正我们错误的思想行为。这个样子才能剔除邪恶见。转邪为正的。不肯转，转不过来。还是个凡夫。诸佛菩萨的能力劝导我们，我们愿不愿意接受，这在自己，诸佛如来没有办法干涉。同样一个道理，我们今天帮助大众也只能说苦口婆心劝导，你有没有听懂？你相不相信？你肯不肯做？都在你自己。佛菩萨对一切众生教诲，他做到了，他对得起众生。众生不肯依教奉行，
众生对不起佛，《般若经》上教导我们知恩报恩的，这是真实恩德，无量劫流转在生死轮回，永远没有出离的方法。今天佛教导我们出离的方法，方法太多了，抓住一条就成功了。我们此地念的前塔破瓦，十等就代表十种方法。树化前塔破瓦，他所修学的方法就是接受佛陀智慧的教诲，依教奉行，转邪为正，转迷为悟，转凡为圣，他成就。这个转变决定要依靠如来的智慧，所以智光两个字是这一首偈的核心。什么是智光？我们要有能力认识，有能力去体会。真舍智慧，真实智慧从哪里来的？从清净心里面流出来的，从平等心里面流出来的。阿弥陀佛他的别名叫清净平等觉，这诸位在经上读到的。所以阿弥陀佛什么意思？释迦牟尼佛自己在经上讲，清净平等觉，那我们的心不清净、不平等、不觉悟，你念这句南无阿弥陀佛也是枉然。念要相应的，不仅仅是密宗讲三密相应，贤宗也没有例外。贤宗所说的随文入观，随文入观的意思跟密宗三密相应是一桩事情。我们念南无阿弥陀佛晓得这句话的意思，念的时候心里的境界就转过来了，这就相应了。这样叫会念，这种念法古大德所谓的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所以这六个字你会不会念呢？
这个会不会念，就是你会不会呀？随文入观，念念当中转境界，转一切污染为清净。所以这一句佛号把烦恼念掉，烦恼是污染的，清净心现前了，把共高我慢念掉了，平等心现前了，把迷惑颠倒念掉了，智慧心现前了，这是智光。我们在念佛堂念这句佛号，有没有发生这样的效果？如果没有发生这个效果，那说个不好听的话，你白念了。说一句赞美的话，你跟阿弥陀佛结个缘了。阿赖耶识种下阿弥陀佛的种子，现在不起作用。如果你念念跟清净平等觉相应，起作用；念念跟四十八愿相应，念念跟全部无量寿经相应，那就成佛了。真的，那叫一念相应，一念佛。你做佛了。所以，无量无边的邪知、邪见都断除了。邪见是烦恼里面的见惑，恶见是烦恼里面的思惑，见思烦恼断尽了。纵然不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你也证阿罗汉果了，你也超越三界了。四十八愿有念佛没有发愿往生，你在六道十法界里面所得的殊胜利益，佛都曾经给我们说明啊。所以佛号要会念，自己有了成就，才能够帮助别人。你做自己对于佛的经法，你证明了，证实了，所以你完全相信。如果自己没有入这个境界，你的心不踏实，你给别人劝导别人讲给别人听，犹豫不决，模棱两可，人家虽然听了，信心不能够建立，这就是佛法里常说的，自己未度，而度别人，无有是处。换一句话说，要想帮助别人，先要自己真干。然后才有能力帮助别人。帮助现代的众生不容易啊。
啊，为什么呢？现代众生邪见恶见，比过去人不知道要增长多少倍呀。为什么现代人不如从前人？说实在的话，智慧能力绝不比古时候人差了。不同的地方呢，还是善导大师这一句话，总在于语言不同。这一句话我们听了不能不点头啊，不能不相信啊，与语言不同啊。古时候老人懂得教育，对于子弟严格的管教，所以从小培养一个好的根基。现代人不懂得教育，疏忽了。现代人喜欢看到小朋友，哎呦，活活泼泼，这才好，哦，这很可爱。所以中国人废弃古时候那种教育的概念与方法，中国在古代从小就要养成守规矩的一个习惯，一举一动规规矩矩，老老实实，可以说是小朋友确实不活泼，但是他懂得孝顺父母，懂得友爱弟兄，懂得处事待人接物的分寸，现代人可怜啊，40、50、60都不懂啊。你想想多难教啊，从小养成了恶习气，不好改啊。古人所谓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啊。这个本性是习性，习惯成自然，不容易改掉了。一生都改不掉，你怎么会有成就？所以充其量在佛法里面结个好缘，来生后世看看有没有缘分再成就啊，这一生绝对没有指望啊。这一生能成熟能成就的人，那不是凡人，他有无比的勇气决心改正自己的毛病，克服自己的习气，这个人了不起，这不是普通人啊。
普通人的习气哪一个不闻过是非啊？自己做错了还不承认啊，想尽方法遮盖啊，自己有一点点长处唯恐别人不知道啊，想尽方法去宣扬，不懂事啊。印光大师对于这一代末法时期苦难众生，用感应篇来教我们，用了凡四训来教我们这是真实慈悲智慧的流露啊！他对我们这代人太了解了《了凡四训》教学的目的是建立我们身心因果啊，彻底明了善恶报应之道啊！感应篇应之文，帮助我们辨别善恶邪正啊，处世待人接物，我们起心动念，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什么是是，什么是非啊，什么是邪，什么是正。感应篇跟因智文是标准呐、啊。最低程度的标准，那不是高的，最低的，连这个标准都不知道，你就是愚痴啊！愚痴是不懂是非邪正的啊！愚痴人出生道啊！你愚痴再加上恶业，就地狱道去了啊！单单愚痴，你没有造大恶业，你是畜生啊！你还要造作恶业的话，那地狱道去了啊！那么说到这个地方，我们在《了凡四训》里面看到，语言殊胜的人，我们现在讲有权、有能力啊，你有地位、有权力，你要做善容易呀。你看看袁了凡。在做秀才的时候，做共生的时候，发愿行3000桩善事，第一次发愿10年才做圆满啊，第二次发愿做3000桩善事，3年才圆满，以后做了县长了啊，保底的县令，有权有力啊，发愿要行10000桩善事啊，他一个命令对全县农民减租啊，就是一道命令下去，10000桩善事超过了啊，全县的农民每一个人都得他的利益。你看那个10000桩善事，一念之间他就完成了所以有权有利
好行善啊。但是翻过来说呢，有权有利啊，也容易造恶啊。如果你一个政令错误的，让老百姓受损害的，那你这一念之间呢，就做了一万桩坏事了。今天在这个社会，做官的人跟袁了凡一样，他有权利啊，他一个好政策啊，利益这一个国的人民，他积着大善了，这普通人做不到的。现在除了这些人之外，跨国的这些公司的老板也是大势力的人，他也有能力修大善造大恶。除这个之外，现在还有一类新兴人物也有权利。什么人呢？传播界的人士啊，报纸的编辑，杂志的编辑啊，影剧界里面这些主持的人，他的影响力太大了，正面好的报道教化多少众生行善啊，负面不好的报道教多少人做坏事我们都要意识到啊，都要想到啊。如何教化一切众生啊，抓住机会正面的影响越广越大，你的功德就大了啊。所以我们仔细观察影剧界，你看有名的中国外国电影明星善终的很少，啊，他的知名度很高，他所表演的杀到遗忘，叫社会大众干这些，啊，仁义道德他不讲。劝化是这个社会大众的，他把它压在一边。啊，你看看，在都在一念之间，吉凶祸福在一念之间。诸位，在《发起菩萨殊胜制药经》里面可以看到。你看佛在前面讲了几个公案啊，两位比丘讲经说法，这是劝人为善的好事啊。啊，另外有一些比丘嫉妒障碍，想尽方法破坏，恶意中伤，这是什么原因？中国古老谚语里面讲同行相忌，嫉妒障碍阻挠人的善事，
堕阿鼻地狱。如果他能够把念头转过来，修随喜功德，他所得的利益跟讲经法师无二无别，甚至于还超过。这是真的，不是假的。我们在《坛经》里面看到，印宗法师你看他遇到慧能大师完全没有嫉妒，不但没有嫉妒啊，反而全心全力帮助他成就他。我们知道六祖大师的成就是谁成就的？印宗。没有印宗就没有慧能大师。所以那个随喜功德是多么大了。古圣先贤教导我们，成人之美呀，不成人之恶。我们有机缘有能力的时候，有机会的时候，一定要帮助人成人之美，这个功德太大太大了。其实讲到知恩报恩呢，我常常提起这个，劝勉同学们一定要知道，绝对不能遇到这种机缘大福大祸一念之间。你最得的做走对了得大福报一念错了，你比如印宗那时候如果一念错了，马上想办法障碍他阻挠他压制他压抑他，印宗法师必堕阿鼻地狱。可是印宗一念正念尊敬他，把整个自己的基础来供养他，把他一下抬起来了，净宗法师佛报的成就在六祖之上，一念之间呢，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这不是小事，大道理，菩萨的大行我们今天一点成就得利于韩馆长护持没有韩馆长就没有我们今天没有他的护持，在那个关头之下我两条路可以走，一个就是去赶集赞，一个就是欢喜，走投无路韩馆长往生之后得利于此地李牧原居士借着护持没有李牧原我们也没有今天的怎么可能在新加坡讲经，怎么可能在这里办培训班，怎么可能在这里团结各个宗教谁的功德？李牧原的功德。你们要懂得这个道理，所以我常讲啊，护法超过弘法。佛法住在世间，一切众生得利益是护法人的功德。弘法是教员啊，护法的是校长。弘法是伙计，护法是老板呢。当年六祖慧能是伙计，
是教员呢、啊，印宗是老板，是校长啊。啊，所以弘法密切的合作，密切的这个配合，这个佛法大行于世，一切众生得殊胜功德利益。啊，没有这样护持的人，怎么能成就？啊，李牧原居士，我们不必去想象，上上品往生。肯定的，护法功德不可思议。那么换句话说，障碍正法，你罪过也不可思议。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